看看这儿。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本破漫吗？这本书是我托人到日本，从一个骨灰级的漫画迷手里高价买下来的。我真的是爱死你了！以后啊，你肯定就是自己兄弟了。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罩着你的。哎，你那边是不让楚木 cos 佩恩啊？你 cos 那个小男，应该跟佩恩一对出现才对啊，不应该是什么宇智波鼬啊？哎，这两天好像有些人做不少功课嘛。连漫画人物也如数家珍喽。那是啊，某些人现在屋里啊可堆的全是漫画书，连电脑里面呢也下载的全是动漫文件呢。真的？我要去看看。我也去看看眼。快走啊，凑热闹啊。我瞎做什么呀？这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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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Hustle hard, hustle every single day. I'll be making moves till I'm buried in my grave. To the system, I don't wanna be a slave. I've been doing shit my way, or the highway. And in the driveway is a nice range. Cause I grind through the climb, I invite pain. You'll never hear me, bitch, nah, I don't complain. Just gotta flip the switch and you can go and obtain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need. Your mind's got the key ingredient, it's belief. They'll deceive with the negativity, but I just slide right by that energy. Even when you feel 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you feel 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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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请奇电之夜的主办方代表赵文小姐亲自为各位到场的贵宾送出免费鸡尾酒，请各位修出你们的特别邀请卡吧。我有，这有一个，这也有，我这有，这儿。奇电真是太精彩，太棒了。正常发挥而已嘛。对了，老板，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一会儿第二轮表演开始之前，让他把上半场该结的账都结了，否则下一轮表演就不开始。啊，这个不用这么急吧？再说
你和你那些朋友的演出费应该由我来出嘛。哎呀，你就别管了，这里边有别的原因我不方便说。总之啊，这个便宜啊你就踏踏实实的捡，没问题。那我可真是捡着宝了。我可不客气了啊，加工资我一定得给你加工资。成，那我也不客气了，那你就快去吧。好嘞，姐姐，非常非常精彩啊。不错，来来来来来，尝尝我的旗舰天下，上次没尝着，这次补上。冰库洛，这杯啊是专门为你调的，怕你这行家嘴刁再骂我。嘴很甜嘛。嗨，你想点点什么吗？哎，你是那个设计师苏全吧？叫 Spring 吧。Spring， 春天。这字儿怎么从你嘴里说的那么土，真够没品。是全的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宠物啊从小背英文单词啊就只记得第一个中文翻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刚才看了你的整个表演，真的我很感兴趣。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火影明星主场秀的整体设计啊？主场秀设计，太感兴趣了。哎，等会儿，你是那个苍蝇的朋友吧？苍蝇？就那只。我呀管他叫村姑，不过你起的名还真够贴切的。也挺贴切的嘛。哎呀，看来是同志啊。同志啊，哎，我跟你说这词儿啊你还真别瞎用。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对女性偶尔也感兴趣，只不过我长得婉约一点。理解理解，时代潮流嘛，纯粹男和纯粹女的时代啊已经翻篇了。来，祝我们合作愉快。好。赵小姐，先马上也要账结一下。行了。目前打听的消息就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可几大经销商同时口径一致，连内部人员的回答都大同小异。这种情况可太少见了，看来是哪儿出了问题，而且肯定不是什么小问题。要不我自己跑一趟吧。啊，这几个城市您都去啊？对啊。那太辛苦了。哎，要不我去吧。哎呀，不用，你在家里陪薛总啊，公司离不开你的。反正我在外头有那么多老关系，我只要自己亲自去了，他们肯定多少能买我点面儿。薛总，行了，就这么定了。